通过观察跑过的猴宝宝，计算出最终的数量。你在聊天室输入1到60作答。27，27加1，右下那只没算到。废话这么多，永杯你们大家不要算你一份。哦，参赛者世成进来了。哪一个是真实的形象？这个谁知道啊？操，随便拿，打一个一。哎，第一轮就倒。操！8-1，切 ！Switch， 我没有 Switch， 但我猜二了。跟我相反就对了。当倒计时归零时，计算场上小鬼的数量，输入1到50。那鬼呢？鬼问不出来。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鬼问不出来。我要抄答案。哈哈。是14吗？我打21耶。我刚看一堆人刷21。OK， 我算好了，没有抄，没有抄，没有抄，我打25，真的，你们都打23、24啊，我又没抄你们的，我自己算是25啊。OK， 我再输入完，我算好了，30，先不说。我怕有人抄我答案，不要瞎掰好吗？我是马上秒答33的。你21名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都很接近，我两个答案都很接近哎、欸，其他人差太多被淘汰了，我没有被淘汰。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啊！哎，我选二，靠北刚那妈有点那个 VIP 麦子洗二，哎、又活过一轮了。什么叫偷看爽了没啦？你没有偷看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偷看？你就是偷看我嘛？你偷看我，你偷看我的偷看嘛？那都有偷看啊！开始复活赛，还有复活赛。被淘汰的鬼魂玩家们想要复活的话，请把自己投进去复活传送门里面。观众和幸存者可以输入 A 到 H 来投票，赌上那些复活门。选择最小黄色套娃的位置。我输入完了，我输入完了，我没看，我输入完了。三。大家都看得那么清楚哦。哎呀，输入最快哦！哎，又被我虐，我那个输入这么快。
瞎讲啊！早く、もっと早く！看他妈谁看得出来啦？这谁看得出来啦？超多答案，我猜三。嗯？哎、欸？哎、欸？怎么是我？太神啦！本轮淘汰，淘汰哇，淘汰一半哎，他滴滴倒了，爱他。哎，盲猜都随便晋级。猜这个动物一真的，二 Photoshop， 三灭绝。靠腰啊，这什么啦？我选二，但看起来好像不是二。哇，怎么是一啊？家里过来，这是什么啊？靠，根本没看过，超恶的。又是一，我又选二，一二一二，幸存者人数一人，这是第一名。喂喂喂喂，好啦，第一名我送一个订阅好不好？算了，找不到不送，送不了订阅，送你其他东西。送你六百。阿哲，这个靠北啊！这个新哥在干嘛啦？他怎么他根本动不了？这个最多六个，四我就选二了。我感觉很多人都会选其他的，选那种比较保守一点的。这时候大胆尝试啊，选二，讲三小，好的啦，二也不掉啊。几个？二十一个。二也不会掉啊。